在北市各地活动，也打算投入台北市长选举，提到只要是为了市民好，愿意全力以赴。请问市长在明年的台北市长选举有没有跟他合作的打算？其实现在哈，表面上疫情趋缓哦，还是大家是很紧张的，至少我们现在都戴着口罩，所以在这个时刻，你知道哦，这个大大大的讲到什么在跑选举啊，在政治上不正确的，所以应该还是要注意一点的。